说说慢呗，慢能给答。马上上岸能给答，怎么走了？咖喱嘛，我呢住上大连了，原住民族电视台咖喱，刚刚看到我们的新闻，说俺那嘛国家八年，刚刚八年了，年了那那么下，说你他们的新闻，马路路给答，怎么走了？不会说早不乌龙他们那小了巴扎阿拉扎干的难度他们那咖喱，司法院他们那大法官也是那咖喱嘛，我呢比都大连了，第二组多么多堵路。不会说早不乌龙阿拉扎干的当那释宪案当那解释文，立委吴立华也是那个斯伯的伯呢，马步山朱砂当那了，没说当那内政委员会，没说乌那一年内政部没得警政署也是没得阿拉个，马个呢不会说早不乌龙当那小了巴扎阿拉扎干的说难度呀，第二马个难度干阿不达了，慢慢能乌鲁巴镇慢慢能买利弊，给说你完的，是个来年。乌那一年不会说马西尼，早不乌龙他们那说难度，一多么了把说的那个基金干么能，那个阿给阿把西那都他们那主干人，伊嘛把子不，掉个了马能乌那自动报缴他们那打压了，木那能早不乌龙，干能把那一些说马读书那后来做米色，怎么做了给他？这个地方谈一下，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去登记，因为他知道不符合规格啊。他领不到枪证啊，他干嘛要登记？那他为什么故意要做的不符合规格呢？因为他想要一把安全的枪啊。立委吴立华当那咖喱也是多么多多路，马西尼早不乌龙，诺点阿拉扎干的当那直播个，原来是乌那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当那新了都马噶是诺点阿拉扎干的呀，因马面达不了乌鲁巴扎的那个基金干么那个难度。所以说呀，钱塘枪的人，那个难度一说就做了阿比达了，免了老祖在那呢，噶早啊早问了一说妈妈在，伊嘛我那祖早不乌龙，大概几几年，过哇噶么那个难度后塘枪的人，问了一些点名字了，大概几几年当然的那案，那个那么个水呢，那个年那些没当的，我那早怎么走了，第二个呢没得啥东西，那些把木金呐。基于维护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管制条例第20条，主管机关应该辅导原住民及渔民依法申请自制猎枪、鱼枪。法律上条文上有开出这个空间，一个人要避免自己危险，身处危险，这样是有错的吗？立委吴立华，而且那个斯巴德瓦呢，马步山朱砂打脸了。而且那立法院当那内政委员会，马干尔呢给说你不会说早不乌龙的乌鲁巴扎难度阿拉扎干了，点马个难度干了阿比达了，马个是马西尼说蒂努基族早不乌龙他们的那个基金难度呀，因马面干的一层，伊嘛伊都木鲁巴难度说的那个基金干么能个也是把乌鲁巴镇了，伊嘛。噶么子讲呢？大不了说干了吧，阿摆只新秀乌鲁巴镇说难度呀，阿摆只自动报缴期间给省，木然早不乌龙干了把准何来准？我在想，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有效的管理，我们才不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隐忧。那是不是在这个报缴期间，我们来研议啦？哈，阿摆只立委吴立华当那咖喱嘛，噶是。伢子一把扎你在哪呢？内政部、警政署、国防部嘛的原民会，嘛个独木路做干的，我你干你，嘛咖喱咖喱，不会说招不乌龙当那的那个基金干么那个难度，不会说许可嘛的管理办法当那草案，给说你内政部哪里，伢嘛个哪路哪老啊说草案一说，部长许国勇嘛里巴里，伢个你嘛里巴里那咖喱嘛无能无比都打量了。大法官当那咖喱，第二组那哈基里多么多多路，马达第二马个那努努阿里给加固米水，巴尼多么多多路咖喱。